我的王啊，之前派出的精锐部队也都被全数歼灭了。王啊，请您息怒，因为战争而导致的锁国使我们无法接触异族，国力也大不如前了。因为您跟过去的王不一样，您不乐于杀戮，但也因此使得其他种族日渐强大，直至今日我们已经经不起他族这样的侵略了。有人像你这样跳跳跳的吗？我是谁不重要啦，我教教你吧。首先，你需要微微的半蹲，并且屏住呼吸，一口气将所有力气在脚上释放。你试试看吧，就用这招来前方找我，我再教你别的东西吧。看你这傻子，不知道学不学得会呢。不错嘛，来，接下来把你的气聚集在双手，并且用力，就像挥拳一样，把前面这些箱子给破坏掉吧。完成再来找我吧。会了，我刚刚去抓了史莱姆给你试试。别担心啦，都是还没发育成熟的。啊，别怕别怕，你把这样就可以击退你身旁的史莱姆，为了避免你被魔物包围。哦对了，如果完成再来找我吧。其实你挺厉害的嘛，不是跟你说不重要了吗？这样吧，以后叫我，反正我每天都会来，你想见我的话就来这边。
王，您决定要前往，但王，这路途危险重重。哦，对了，我在魔族内部有发现前人所留，这是可以让能力增强的石。但如果说自身能力不足，所以为了保护族人，有需要的话再来找我。是的。王，您还没找精灵族的位置，如果不小心被，可以按下这个。